Hello， 大家好，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就跟大家闲聊一下。大家还记得我上次有拍过一部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对名校有所向往的那一支影片。上礼拜我来清大参加完这里的新生领航营之后呢，我的想法稍微有一点点的改变。如果你是需要减肥的人，哦不是，这样讲你太失礼了，我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如果你是想要减肥的人，那么青椒绝对会是你最好的归宿。一个学期都不大校霸的话，至少瘦10公斤，没有在胡乱。我们学校本来就已经在山区了，我的宿舍在半山腰的地方。上一个搬宿舍我就已经快死掉了，结果我们科管院的系管台技管在山顶，那个走上去真的是会死掉。那个斜坡你们知道有多陡，那脚踏车都没办法骑。然后跟大家讲一下我今天的行程。我今天就两门课，早上9点到12点的期货市场，跟下午的大一体育，对，就这两门。但是我晚上还有一个线上报告，也不是报告，就是我暑假参加一个线上的营队，他们的节也是办在今天，然后他们会邀请几位就是来分享参加之后的心得。好，那我差不多要出发了，等一下我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拍一下上去台积电的，不是台积电，台积管的那个坡度给你们看，到底有多陡。OK。对，要小师傅我应该就已经全湿了吧？这么贵啦！这个台风天，下课咯，今天开学第一天，所以提早下课。然后我现在要去录，因为我刚才是搭校巴上来台积馆。好，想说下坡我就不搭了，因为我也要拍给你们看，好不好？各位观众，为了你们。这个走上坡上来，然后死掉。过了一个坡，还有另一个坡，还有第三个坡。大概是这么走，好不好？那我现在回宿舍。刚刚收到服务学习通知的这封信，我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真的是本学期最硬的一堂课。9月26号开始劳辅，第18周期末考，国定假日不需要劳辅，期中考仍需要劳辅，就是要去打扫17个礼拜的意思啊。一律不接受翘劳辅行为，若未请假不来者，记录为旷，将没有机会补上。超过4次旷课者，直接本学期劳辅不及格，没有补救机会。其中有预警，同学们也可以自行申请二退停休哦。来，我帮大家翻译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只要来前面13周，然后后面4周就可以直接翘掉，因为不要超过4次旷，所以可以4次。市长，我要放假。他辞职了。11月才选呢、欸。啊，对啊。还很久。他被检举之后就是老板。我决定跳，我要跑，再不穿雨衣。刚上完体育课，我们该在做 CPR。然后现在去洗澡，应该不会有人想看我洗澡。洗衣服一次10块。大家好，我是清大经济26级的，然后今天很高兴被邀请来跟大家分享。It doesn't matter how many times you fail.You only have to be right once, and then everyone can tell you that you are an overnight success. 要刷卡。那你要找什么书？对，下次我来换个位置。这位置很多。顶大了，图书馆那种。对。科技中正那个蓝皮鞋，那个就很怂，就是这样子来。清大图书馆，他们免费，免费使用。
我先走。等一下呢，我要上去台积馆找我的导师，他要跟我们聊天。他真的觉得那个坡度真的不行，而且我们学校又不能骑车，也不能开车。暑假考了两趟驾照都没，傻眼。OK， 我刚才顺利跟导师见完面了，然后也拿到了老师给的小礼物。对，那距离我下一堂的会计学还有一个小时。那我现在在台积馆，我也不想下山了，所以我等一下晃一下。我现在在二楼练球喽。要扫那个吗？要扫掉，对对对。欢迎帮我抢一次哦，摊位有饮料可以喝。好，谢谢。那是商演看一下。商演在？我记得聊二期哦。你记得商演在这边？理财投资的商演哦。欸，那个真的是要看你的 loading 重不重，那个真的是要看你 loading 重不重。你不要加两个的话，我真是上次那个甩那个光棍的那个。你给我解释清楚。欸，我记得我只甩到这个色，那个是人生。哎呦，哦，这个。对啊，这个我知道。学长好，嗨嗨，我来看你的这个社团，现在在录影。OK， 我要介绍吗？好啊，你介绍一下。好，就是好，我知道你会不想参加，感觉出来，但我可以做。就是我们是阿卡贝拉跟音乐创作，然后社科是二四，我觉得你可以来骑车社拉看看。好好好，对，就是说明你会燃起你的兴趣。OK OK， 这样没问题。好，就这样。好，你要抽奖吗？我们打哪？好好好，抽一下。1,2,3 刚才拿到一堆传单，这个 slogan 每个人都知道怎么移动，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帅气的移动。赞，我快笑死。还有这个志工招募，哟，那两张一样。摄影，我应该会加这个商演社、罗浮群、乔艺社。然后这个是我直属学长他们的那个社团，人生乐创社。然后深科探索 ，OK， 差不多就是这样。